范丞丞升级当奶爸，录制现场超大背包，粉丝秒变女儿粉。18岁的范丞丞现在也升级做奶爸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是让一众粉丝们吓一跳啊！原来只是这次范丞丞要与毕文俊成为爸爸去哪儿第六季的实习奶爸了，像是之前的实习爸爸一样，带着一个素人的孩子参加节目，跟着其他的奶爸一起前往各地体验生活。但是小编还是有点顾虑啊，因为范丞丞自己还是个小孩子，怎么做这个实习的奶爸呢？像是看他最近更新的动态来看，范丞丞已经是在录制现场了，没想到各大粉丝们还能等到有人叫范丞丞爸爸啊。18岁的范丞丞在粉丝的路透中就能看出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各个明星爸爸们都是轻装上阵，就只有范丞丞背了一个非常大的包，十分的抢镜啊。难道这个里边装的都是孩子的东西？粉丝也真的是既心疼又有点好笑啊。看来范丞丞真的是好好的锻炼一下了，与小孩子在一起真的是最累的，看范丞丞的鞋子已经全部都是泥了，真的是担心他自己歇完起来了。你会看爸爸去哪儿第六季吗？